哦，你看10周年纪念大赛耶！哇哦，10周年纪念大赛要工作人员上去凑数。哎，等一下，认真的吗？认真的吗？哎，不是，你看这个对手，120公斤，不是，真的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怕的要死，这是我害怕的脸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要去找社长对质一下。社长，亚迪啊，我跟你没冤没仇啦，只是你踏入我的地雷，我的底线。我最讨厌两个，第一个就是 Boosters， 第二个就是 BWF。谁叫你穿 BWF 的衣服？这个我一定让你吃个粗饱。哥讲，就是让你吃个粗饱。各位好朋友、老顾客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超级大直。今天来到 NTW 新台湾娱乐摔角决战新台湾10周年光辉大赛。首先为您带来，今天会有带来5场的比赛。现在第一场的比赛是由高级工作人员严守对上暴食战车 Black Hole。一开始裁判先检查双方选手有没有携带违规物品。现在比赛正式开始了。今天是12月25号，刚好是圣诞节。今天 NDW 的10周年光辉大赛为各位带来5场的比赛。首先就是 Black Hole 对上了高级工作人员严守。一开始双方先角力。哦 ，Black Hole 一把那个 Body Slam， 哇哦！一开始就用绝对的力量想要碾压严守，严守提出了抗议啊。但是现在 Black Hole 一直在跟观众叙述说，工作人员也能打摔角吗？事实上，刚刚很明显的看到严守的欢呼声居然比 Black Hole 还大，看来观众已经对这个严守相当喜欢。哦，再来一发。又是一发身体的翻摔，来，哦，再来一个尖撞，还是不敌，严守还是不敌 Black Hole， 再来一个，哦，现在严守出其不意来一个脚踹击 ，Black Hole 一个，哦，一个金币弓挥空，再来一个，哦，要使出了什么招式，但是并没有成功，吼吼。有受伤了吗？现在 Black Hole 似乎有伤到了脚踝的感觉，严守要抓紧机会攻击啊！现在膝盖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。在 Black Hole 连续的一个逆水平攻击，逆水平攻击，严守居然说等一下，哦，看来是比赛。哦，哇！人手一发逆转的招式，相当精彩的一个攻击，一下子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到自己的手上。人手一个逆水平，哦，现在又被 Black Hole 抱住了，力量的差距，哇吼！体重120公斤的 Black Hole 将近100公斤的严守摔了出去，力量相当的强大。今天的比赛由超级大智为各位单独来播报，哎，我们的 Hiroki 今天暂时请假一天，啊，由超级大智独立来播报啊，播报的不好，请大家多多见谅。现在 Black Hole 将严守放在了绳索角落边。要使出的是屁股撞击了，这一招屁股撞击是心理压力大于攻击的感觉啊，这是给对手相当大的一个冲击，一个侮辱性的攻击。观众依然喊着严守要加油，但是 Black Hole 身为一名南蛮的老将，绝对不会给这个严守太多好果子吃。果然一个金币钩将严守
重力的打在了擂台上，再来一发，相当漂亮的金币钩。哦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看来 Break 后完全要把岩手打烂。岩手现在闪过去，一个岩石针，哦，一个岩石落下，哦吼！高级工作人员岩手居然将体重120公斤的 Break 后使出了一个岩石落下，但是自己同样也相当吃力，杀敌1000，智商800。现在岩手掌握了逆势，开始攻击。现在岩手将 Break 后摔倒在地上，要使出的是什么招式？哦，一个前盾落下，一个前盾落下，重重的砸在 Break 后身上，一加是两秒。哦，岩手准备再来一次，但是 Break 后已经站起来，给一个，哦，给岩手一个漂亮的坐骑。现在 Break 后反而提振了士气，绝对不能给岩手这么样的攻击自己。哦， Break 后居然站到角柱。压120公斤重力加速度的压击，两秒、三秒，毫无悬念的 Black Hole 用自身体重的优势打败了高级工作人员岩手，获胜是宝石战车 Black Hole。所以我说，真的真的不要再为难工作人员了。今天大家都看到结果 ，My back 啊！岩手有没有吃饱啊？没有是不是？下次还可以让你吃得更饱一点啊！再讲下去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换我要去吃饱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！本节目由Biolum 考迪尔企业社、杰瑞蛋白、Antgen 竹北旗舰馆联手制作影像工作室、First Drop、高博科技、Gunling Teacher、Muscle Green 赞助播出。